觉得我们如果要赚钱的话，我们要以这方向，我们就必须要酒醋。哦，对，那、OK 啊，那就是洋葱醋啊。哎，从小到大喝酒醋是我的梦想哎、欸，你当过当吗？我当过，肯定不是我那个真的假的，然后外面不是都卖酒酒？哎呦，某个牌子的啤酒，对，我去过。哇，好好哦，好玩吗？蛮好玩的。其实可以，因为我们这次摊位其实很小，所以我们其实分工合作。好了，可以去吃吃看。圆梦，那圆梦。那你要准备酒醋的衣服，两节式的那种。可以吃吃看呗。我觉得我们就几样东西啊，外面就啤酒，然后里面就调酒。吃的不要那么多，如果是有些现成的成品，可以直接卖给他们。比如夏日，就上一次之类的。没有上一次还要做啊，比如说拖鞋。哦、对，小背包、帆布袋，上来都是湿掉、啊。防水的那个手机套啊，或者是什么的。那个就要去拼。对，拖鞋呗，毛巾可以自己换、啊。毛巾了，毛巾、毛巾、毛巾服、T 恤，啊、毛巾最刚好。湿掉，给他们衣服。对，去拉关水、冲水二十哦，那边肯定就这样围起来。啊，好，吹风机，吹风机十分钟，这个不行啊，会被检举啊。对吗？那个你至少冲水，你要有点花招嘛。我干嘛都是你？我知道你讲话。泡泡啊，泡泡冲澡。不是，就是你要你们要帮他冲脚。好，我帮人家冲。然后人家帮他洗脚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太忙？你又要酒醋，啊，又要帮人家冲。整套的啊，买酒，然后帮你洗脚。慢慢就变海派。不会，越来越奇怪。